哥们儿今天来吃素，哈哈哈，素颠三，哈哈，看着没有？他们还放了我的照片，还有 Lucy Lu。对，我之前在这边拍过一个。所以就是这个吗？对啊，这个。对，下面就是那谁吗？ Lucy Lu。纽约美食日记。哎，我是阿杜。我是林蔚。好，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这本事啊，今天这是正经名模。好。我是林蔚，我英文名字叫 Candice， 我是在纽约做模特做演员，我之前在洛杉矶读书，也是读演戏的，然后来过来这边就已经四年，还有什么呢？我本就大家觉得我的普通话有点奇怪，因为我是澳门人，哎，I'm from Macau。所以还有我在外国也很久了，所以中文也会比较奇怪，就有时候我会混点英文啊，就不会讲的，就大家不要介意。哎，这个和我交流没问题，所以你粤语就对，这粤语是 like 流利 like no problem，对对，但是普通话就是以前在学校学的嘛，对，因为很多时候。虽然在外国嘛，然后我做的专业是演戏啊，模特也没有很多中国人嘛，所以一直都没有很多就是机会讲普通话。对啊，所以今天要跟你练习练习。哎，对，其实刚才已经练习了很久了。没有很久了，就才十来分钟。哎，就是如果你说的很怎么说啊，就很地度的那种。地就是那种不要漏方言。对对对，方言我就说哈听不懂。哎，对对对，就只是常用的常见的那些电视剧上能听得到的。对，哎，就 OK。对，怎么我们要讲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叫 Bodhi Kosher Vegetarian Restaurant， 这个是吃素的一家。点心的餐馆，还有中国菜，它不是只有点心，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吃素的，等一下再介绍一下素食的好处。现在因为食物已经来了，所以我就先说一下那个我最爱的小笼包。这个小笼包很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素的小笼包，因为我吃素才五年左右，就我最就是伤心的，我要放弃我的小笼包，因为我超爱吃小笼包，所以我找到这个小笼包之后，我就超级开心。你是先吃这个小笼包啊？所以这，哎，这素菜啊，嗯，但是做的这么，就这么点心和那些外面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正常的那个菜馆做的一模一样的，这我是，还是不错的。真实话，这个先说这汤包啊，这汤包这个皮啊稍微有点厚，对，它是有点厚，然后那里边汤汁不多，因为正常汤包是那个肉汁嘛，对，因为它没有肉，所以但是我觉得能做的素的小笼包是很了不起，就是对啊，你吃进嘴里是个小笼包，但是不同味道，就是它不是那种很有嚼劲那种肉球的感觉，这个就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对，哎，我可以应该是豆腐吗？没有，他没有跟我说，还应该就是豆腐之类的，豆腐跟菇，哎，对，可能先姜，哎，生姜之类的，然后试一下这个叉烧肠，超好吃的，就我很喜欢，
这不错吧？我这个所以他这到底是什么做？这个这真的很像，真的就和叉烧一模一样。这个跟你说了，这个、而且它那个咬的那个口感也是和肉的那个。对，我觉得我就跟你说，这个是最像肉的一个菜，嗯、就很他们做的很像、嗯，那个味道啊、口感啊、肉那个怎么说 texture， 嗯，是很像的。我要再来一个，太好吃了、嗯、这个。还有它那个皮也做的很软。就你知道就是啊、肠粉嘛，它通常有不同，就是有点不拉肠那种感觉。对对对，不拉肠的感觉。对，这个哎，这好屌。对呀、啊，就跟你说了，这吃素的不错的。嗯，我们要。然后。嗯哼。这是什么？嗯，潮州粉果。我没吃，这个我没有吃过。嗯。这个就。还好。这感觉就和那个外面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嘛，只是它素了而已。对，结果不知道潮、嗯、你有吃过潮州粉果吗？有。它是本来是有肉的吗？我不知道，它一般会放鸭肉啊，或者是牛肉之类的，是会有一些东西的。不，这个菜只是它就全素，这个就是素的，它不是肉的那个口味了。嗯，就是里面有什么、嗯、我也不知道，就没区别，就里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吧。嗯，什么 like peanut。嗯，就它也会给你一个复合口感在里边吧。嗯，然后其实我吃素才5年5-6年左右吧、嗯，主要是健康的问题。就很多人就问啊，你是那么做模特啊，怎么瘦啊？因为就是不吃肉啊。其实我一直从小也是瘦的，就本来都是一个瘦的人啊。还有说一下，我吃很多，就我一直都是吃很多的人，就是吃不胖的人。这桌子不是我点的啊，他点的。这桌是我点的，还有我还要加菜，嗯、是已经加了一个了。然后有一年我就突然我就脸上长了很多痘痘，就它不是痘痘，就是只有敏感的之类的。我就看着医生，就看中医，看西方的医生都看不好嘛，就是那药我是要上镜的。所以就很烦扰嘛，就平时女生长痘也是很烦扰的事情，加上我的工作我是不能工作，因为我上不了妆，我就是很 desperate， 就是很不开心。那段时间就做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后来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可能是对某些食物敏感了、啊。然后我就慢慢把有些就是致敏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啊，就是 like dairy product， 就是 dairy product 很多就是导致那个皮肤的问题，然后慢慢把肉类的东西我就把它戒，但是我还是吃鱼，我现在还是吃海鲜跟鱼，所以我是 pescatarian， 然后吃了素之后我就皮肤马上好了。还有一个是让我坚持吃素的主要原因是，我吃了素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好了很多，就心态就很平静，就平时比如说有就以前就正常人呢、啊、就有些东西会让你很生气，你就会生气，然后让东西让你不开心就不开心。但是我吃素，反正我看到的事情我就觉得啊没关系啊，就觉得心情很好，然后心态就变平静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我吃素最大的一个好处。有什么？没有，就是这个吃素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让我，就像他，就是你海鲜你还吃，嗯哼，就是如果说就是半个月，哎，半个月可能不行，一周啊，一周说就没有牛肉啊，是没有什么鸡鸭呀，哎，可能我心情会很不好，就。因为东北人嘛，嗯，我们是要撸串的，你知道吗？撸串，然后烤肉的，天气又冷，哎，就否则的话心情会很不好的。但是吃素我是吃的，就是，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回国，啊，回国我然后去，可能路过哪个庙啊，或者是上个香啊，那我是吃顿素斋面的，是吧？然后有个什么素食锦呢，就可以心意到了。对，然后下了山之后，然后再烤个肉。你是自从来没有试过一天吃素，就从来没试过，对不对？哎，
当学生的时候真穷啊，就吃个方便面啊。哎，对，那不算了。哎，就也就这有就听。哇，我是不 promote， 我不是那种就是 promote 啊，你要去吃素，你要去做什么的。我是觉得你最重要的是你做你开心的，哎、就你喜欢的、哎，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哎、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哎、所以我觉得啊 ，this work for me may not work for you， 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哎呀，这个很好啊，你要这样做才会再健康。我不是这种人。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个生活的态度，嗯，就觉得这个生活态度我很开心，我很喜欢。嗯、我的第一个电影其实很搞笑，因为我是在洛杉矶读演戏毕业的，也是工作一年左右嘛，然后我就回去香港工作，香港工作那一年，我是演了一部Hollywood 的电影。反而我在 Hollywood 没有演 Hollywood 的电影，我就回国就演了一个，我在那个 You Know Now You See Me 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什么度 ，It's like there's Morgan Freeman like about like magic like 就是很 ，I think you know it's like big Hollywood movie. Yeah, I know that. Yeah, Now You See Me Too, just part two， 就演一个小的角色，在澳门的时候也拍了一个澳门的主演的一个长片电影，一个现在还在澳门还在播，所以那个也不错。然后回来之后啊，然后就来纽约了嘛。反而就其实我来纽约是想做舞台剧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就是心里 passion 的是演戏，我是读 like Shakespeare 的，我是 really I study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的，所以我就很想做舞台剧啊 ，Broadway off Broadway。所以我就来了，之后反而没有做了很多舞台剧，反而做拍很多电视剧。这边就很屌的。对啊，很对，就是 you never know， 就是 where life leads you。就比如我在 Billions 有上过，然后 Blacklist 我很喜欢 Blacklist。那个时候在 NBC， 还有一个叫 First White Club， 那个好像是 Paramount 的 production。哎，我都听说过哎。对啊，都有看过。对啊，这挺不错。但我最想是 Blacklist，那个是我每天就是全部都看的。嗯，所以你有上过？嗯哼，对，就是有演出过的。嗯。OK， 有兴趣也可以 follow 我。这个好像卖广告哎。对啊，对对。So it's I am Candice Lang。纽约美食日记。哎，我是幸福的阿杜。我是爱妻的林蔚。好，谢谢大家，拜拜。